性感的大河。我就是食欲大开，有感觉了吗？我有感觉。照理讲，达摩是吃素的。今天上节目抓起来，阿内摩拉，阿内国票强啊！我们在慢慢尝到走红的滋味，结果现在疫情又不太能表演。但还好，还有大热门还会找我一起来表演，被宪哥看到就很。对，我们现在已经晋升为唱跳歌手。快别这么说，我们什么时候要染疫也不知道。没讲了，大家群策群力一起对抗疫情，没错。来，先看一下他们的来要诠释的产品是哪一个？一二三，哈，温饱，这样被庆功够刮的对。之前有开玩笑说，哎，这个很适合来做一首歌，哎，对，我们就先跟经典的，就当真了，真的吗？我们就把它做成一首歌，对啊。常常乱讲话，我们都当真。你不是说那个烧饼油条吗？对，烧饼，烧饼，你太过分了。烧饼不夹油条，它是夹别的，所以你们今天也要找一首歌来嘛啦。对，没错，我们今天要唱歌哦，我们挑战跳啊跳啊唱跳。唱跳是很难的。你们唱歌的话，对观众的耳朵就是一种挑战。挑战郑开峰，挑战人类的耐性，好不好？还有老师，谢老师还好吗？老师，你可以先把耳朵捂起来。老师是不是不舒服？回来了吗？回来了吗？他刚踩完以后，竟然坐在那里想家。我为什么要踩？突然累了。来来来，走来，迷幻大汉堡。欢迎光临！哎呦！大汉堡，哦，性感的大汉堡。大汉堡，哎呦！熟悉的咸味道，太神奇。
干嘛？你干嘛？你在背后骂我？你干嘛？从你干嘛？谢老师是一个这么严肃的一个人，对，要看这个表演，有没有看唱的？很严肃啊，老师快吓疯了。老师感觉什么感觉？哎，我很感动，为什么？是他们三个人，然后这个都是美美的女，对，他跳这种一个搞笑，观众朋友在看的时候，第一个不可能有人这个时候转台，所以你们给我们创造了非常好的收视率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一个，大家想要看看他接着下来。这三条热狗到底要干嘛？怎么处理？对，我们就想问你说，你干嘛？我们想问他你干嘛？他还在那，你干嘛？他反问你，真的值得我们敬佩的艺术工作者。好，谢谢老师，谢老师来讲一下，讲一下。我觉得三位美女跳这个大亨堡啊，让。我就是食欲大开，有感觉了吗？有感觉。照理讲，达摩是吃素的。对，三条热狗，旁边我摆了三条大亨堡，有没有？哇，厉害的，来了！哎呦！抓起来！阿内，佛跳墙啊！好了，回来，三个回来！我还躺成这样，可爱，一百分！我们，你知道吗？全世界最难的表演是什么？就是要同中求异，大家都是舞蹈，大家都唱歌，怎么样？那他们可以来很不一样。然后他听他们三个人唱歌，我告诉你真心话，我第一次听他们三个就是唱现场，对，你们两位真的让我惊艳。对，宪哥，一个没比到，对，一个没有比到，那就很明显。你不可能要求一个漂亮的啦啦队什么都会吧？已经算很好的称赞，很委婉的一次，很委婉，讲的很委婉，也都很棒，好不好？精彩！刚他们代言这个大亨堡，搞不好今年就接到，对呀，欢迎来找我们。谢谢他们，谢谢。想。